今天说实在的，你们给我的感觉不像一个武术运动员。咱们前面这五位小美女，你们很漂亮。对练武术的人有偏见，练武术的人怎么了？就应该五大三粗。你知道你这句话说出来得罪多少练武的人吗？你们一点都不像练武的人。不是，我感觉你像练，你刚才我已经受伤了。我像啪，他已经跟我动手了。让我夸一夸女孩子行吗？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个女孩，但是我夸夸他们，你不要这么生气好不好？啊，不要这么生气啊。你看他们好年轻，那个小女孩你可能也就十五六岁吧。我十九岁了。什么眼神？啥眼神啊？哦，你十九了。孙涛老师，你今天的气场跟我们的现场真的不太合。